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很开心来参加了2016体面奥斯卡的试用会，吐司女孩面膜。它是一款呢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面膜，因为呢它里面呢含有这个蓝莓跟夏威夷海藻精华，敷起来会让你的皮肤非常的水嫩跟乖乖的感觉，然后也会非常的清透亮。这个面膜呢，它所用的这个布质呢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很薄，那所以你敷上去的时候会非常的服帖。那我觉得它这款的面膜敷起来非常的好，很舒服。那我今天就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